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算是又躲过一天了，你被狩猎了。你不就是那个外号乖宝宝的？胡说！我要跟你决斗。嗯，慢着！小川，你经验还不够，不适合参加实战的。哥哥，你怎么老是不相信我呢？你们这是闹哪样啊？哥哥来替你战斗，小川。你先回家吃饭吧。哥哥，抓紧时间，早餐快凉了。是。哥哥，我不喜欢吃煮鸡蛋，只吃一个好不好？不行，不吃蛋怎么长高？快吃。是。接着，衣服带上，今天会降温。可是，我觉得有点热。你懂什么？叫你带上就带上。是。星宇看起来很不开心呢。星宇，你有心事？嗯，算是吧。是因为你哥哥吗？哎，你猜对了，哥哥什么事情都要管我，却从来不理会我是怎么想的，真郁闷。也许你哥哥在指导你，就像我跟你在兽魂决斗的时候，不也互相提点吗？龙威，人类之间的相处跟兽魂决斗是不一样的。哥哥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可是自从爸爸失踪了，他接替了爸爸的工作，从此……对不起，星宇，我还是没搞懂。没关系，其实我也不明白。哥哥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开始？到底要怎么才能躲开哥哥？小川，别急。哟，乖宝宝，不许你乱叫！老是被哥哥宠着，是美里车手一次狩猎都没参加过，你就是乖宝宝。是哥哥每天放学都跟着我。不管你想不想，你就是乖宝宝。谁呀？手下败将，这么多废话，想再被我狩猎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小川，吃饭了吗？都怪哥哥你。小川，我这是为你好哦。今天一定要狩猎成功，不能开心的太早。我们之前每一次逃跑都被哥哥追上了。狩猎时间开启。那我们赶在哥哥追上来之前开始战斗就好。说的对。星宇，一飞和阿卫，你到底要跟哪一个组队？无论选了谁，另外一个都不会放过我的。你们被狩猎了！搞什么呀？哦，你就是那个外号乖宝宝的。我才不是乖宝宝呢！还有，你已经被我狩猎了。我还没被你狩猎呢。还有，看来你不会玩兽魂决斗。小川，总算找到你了。你太小了，不适合玩兽魂决斗。胡说，一年级学生都能玩，为什么我三年级了还不能玩？你懂什么？我说不能玩就是不能玩。你懂什么？叫你带上就带上。你根本不了解我，不知道我想要什么。从小看着你长大，我怎么可能不了解你？大川，你错了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瞧，你弟弟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可是你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可是他现在才8岁呀。但是2年以后就是跟我们一样大的孩子了。
小川需要你做他的榜样，而不是保姆。哦，如果你还不相信你弟弟已经长大的话，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证明。哦，什么方法？那就是兽魂决斗。啊，不可以。两位准备好了吗？跟星宇对战？不会吧。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